正常发挥啊，下午五点睡着了，两个都断电了，五点两个都断电了，自由了，耶！都逛街喽，逛药妆喽，妈妈跑掉了，就大了啦，就大了啦。680980，这是日币耶，日币耶除以4嘞。美国队长啦，猪猪人啊。啊，笑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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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的比较好吃，然后哪里阿姨的不好吃？家里的不好吃，不是家里的不好吃，日本比较好吃一点，日本的。爸爸发型，哎，对，跟爸爸一样发型。泡澡的要吃草莓，日本草莓超好吃。熊本的草莓，日本草莓不好吃。哎呀，那哪里的比较好吃？是不是要爱台湾呢？哥哥起床了，我们要出去了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哇，哥哥发生什么事？让哥哥留在饭店。啊？那你摇摇他，你摇摇他，亲亲。我们去找妹妹跟安狗，然后叫她起床。要叫安狗来叫哥哥起床。然后就叫安狗来。今天门口会下雪啊？要下啊！下雪。新竹没有雪啊？没有。我们嘉义很多。下次我要去。啊，下雪了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起来！一半啊，对啊，阿姨，一半草莓，然后一半是你的，来，他只吃草莓。所谓的一人一半是。分工合作，来来来，我来咱各位信徒来搞咱这个北港的朝天宫哦，来来北港的朝天宫来参拜咱这个妈祖，信徒。好来信徒，来来排队参拜，参拜一下，这个哦，北港的三妈哦，三妈。可以跟我拜拜吗？拜拜。家用啦，家用啦，蔡小贵最喜欢做这个啦，在那边做第四次啦。加油！哦，你敢做吗？嗨嗨，我们先上去喽。你觉得妈妈会尖叫会怕吗？会。来喽来喽，阿波跟妈妈。有没有那么恐怖？尖叫吗？
做啪。朱建康。要吧哦，舒服舒服，到达。哦，哦，安尼赢生命嘞，哦。你们是在决斗，你看。规工拢伫乐园，规工拢伫咧耍乐园咧。到此一游，耶、什么意思？在旁边看。笑嘞，你妹，笑嘞啦！刚吃的泡芙吐光了，哎，笑嘞，笑嘞。又被骗上车的菜包。哥哥还要再做一次耶、我再做一次好吗？躲远远的，这个不恐怖啦，哥哥都上去了，不，只想做旋转木马。妈妈被关在对面啊！妈妈被关在对面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过关吗？有过关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过关不能出去吗？我会不会被困在这里回不了台湾？他一定会让我们出去，因为我们要去吃午餐。哦，我们去吃午餐。好好好。有耶！耶！有耶！我是阿里亚多。阿里亚多，阿里亚多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下次就杰尼斯大姐，没有在录音，你要鱼还是要饭？来来来，来喂公子吃鱼啊！小鱼干，贵董最爱。阿波超讨厌。亚西郎真的要上去哦，漂宝花钱上去受罪笑哎。台湾人的钱真好骗。什么意思？不跟我们拍，跟别人拍，别人家的小孩。什么意思？好，毕竟我也养了他两天了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是丧尸哎！
看走什么了，来，吃早餐了，吃早餐了，有，有哎，有吗？哦，阿娘回来了，太臭了，然后他也。哎呀，这还挺酷啊，有这么臭。哇，来了，你家来了，对，好近啊。阿婆超胖，骆驼哎。阿婆会骆驼。哦，超大骆驼。骆驼，骆驼。耶、yeah, ，一家三口，耶、yeah ！他们怎么？乔伊面包派，哇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！哎呀，嘎哥来就是这种待遇啊，嘎哥直接叫他出来了。哎，哇，我们还没进场哎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爱心。啊，摊掉，摊掉啦，还没付钱。有吗？有。日文呢？哑巴哑巴，你会吗？哑巴哑巴哑巴是什么？哑巴哑巴。什么意思？叫哑巴哑巴。什么意思？哑巴哑巴。什么意思？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是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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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arbecue 了。哑巴哑巴哑巴。好可爱。